你直接跟我讲好无？我你三天来离婚，离好啊，我就跟你讲。雪莉，三天，你接班人的位置，还有你的婚姻，做一件处理。今天原本就是老婆跟外婆的对决，我嘛好好跟雪莉算啊。叶少芳把我拐进了精神病院，你也要再来创治我？我大家要把我杀去美国过瘾啊！你也要用我用到海边啊，搁对我起下动手，看我运气，搁把我放水了，你拢无想过有一天我会吐倒来，我靠袂顶死，我哪可能想得这啊？你想要害我在海边啊？让阴险，我得让你知影，让阴险是啥物滋味。走。